我是三七会的港头廖启文，他们都叫我启文哥了。兄弟和女人我身边最多，不过包龙哥才是我最好的生死之交。可是包龙哥犯下了大案巨捕，被郭队长给击毙，我真的是非常难过，一定要替我们的宝龙哥报仇。但是好，还是弥补不了我内心的自责和空虚。直到我捡到了王嫂，我可爱的琪琪，除了我怀里的宝贝，都是狗屎个屁啦！